大家一起问候师尊师母好。云护我同走见金身，落花虚空作幽深，微妙天音域外听，尽说极乐上诸天。顶礼坛城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嗡阿哄，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应。二拜诸菩萨。嗡阿哄，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应。三拜诸护法金刚。嗡阿哄，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应。是平等一起手。恭请真佛宗创办人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生法王座。师母莲香上师请上座。长老仁波切诸位上师请上座。教授师法师请上座。讲师助教贵宾同门善信大德请就座。欢迎今晚莅临的贵宾廖东州大使夫人 Judy 师姐。欢迎第一次来到主庙，或是很久没有来参加同修的同门，站起来自我介绍您的法号、来自的国家及道场。我们先从龙边开始。师尊好，我是莲花玉山从洛杉矶来的。我是三个月前刚刚皈依，经由熊师姐还有李兆丽的这个介绍认识了真佛宗。最近有很努力的看师尊的文书还有书章，我觉得是一个师尊给我们大家很宝贵的资料。然后这是第一次跟师尊这么靠近的见面，觉得很感动，所以希望以后能够多有机会一起共同修法。好，欢迎你们。师尊师母好，大家好，我是李兆丽，我是上次我们有来大法会，我带我的同事一起来，然后主庙的话，上次就是六月份师尊八十大寿时候来，所以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回来。然后这次来是跟我朋友来问事，然后因为我阿姨说要就是念师尊的心咒1080遍，那我在飞机上就念。然后我在飞机上念师尊心咒的时候，我就闭眼就感应看到师尊的影像，然后旁边充满了小天使。然后两个小天使还有那个号角对着师尊，然后我想哇，这还有这个小天使。后来就看到两排，我继续念，就看到两排的小天使越来越多。然后后来师尊的影像变了，然后变得比较年轻的时候，然后他的头顶上有那个好应该是那个空行母，他们绕着圈圈这样飞。然后后来有看到白衣观音，他撒那个杨枝的那个甘水甘露给我，然后我就顶礼，然后我就想说这次来师尊问事很有信心。对，然后很高兴再回来跟大家同修，谢谢。欢迎。师尊好，师母好，不同级别的弘法上师法师大家好，弟子
莲花建成，今天一同嫁人，莲花景珍，莲花美玲，很幸运从华府华兴人地区的邓宝雷将士来拜见师尊，也很幸运今天带了一位新的皈依同门，莲花建世建师兄来给世间拜见师尊，希望师尊能够佛体安康，师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欢迎你们。龙边还有同门要做自我介绍的吗？没有的话，我们换湖边有没有同门要做自我介绍的？师尊、师母、各位上师、各位法师、各位教授师，大家好，同门师尊，师尊好久没有来看你了，今天才来，对不起啊，对不起。好的，这是我女儿第一次来，先站起来。我陪妈妈来，谢谢。欢迎你们。阿弥陀佛，顶礼师尊。弟子莲花佩轩，来自加州。很高兴今天带家人一起到西雅图参与同修，感恩师尊，阿弥陀佛，欢迎你们。还有同门要做自我介绍的吗？也让我们欢迎哦，还有一位同门要做自我介绍。师尊、师母、公会好，大家好。上师、法师、同门，大家好啊！我系来自温哥华莲花慧贤。我好耐都冇嚟到呢度同修，今日好有机会咧，翻到嚟呢度咧，同师尊一齐嘅同修参加呢个法会，好开心。多谢大家，欢迎。也让我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级弘法人员和同门上信大德一起前来参加同修。